第一年嘅時候，自己有幻想過同 Tiger crossover 嘅，係因為Tiger 係中意一啲比較 sexy、黑暗、好有味道嘅舞台啦。咁但係自己好少做呢樣嘢啦。咁我覺得同佢嗰個 vibe 夾埋係都冇乜違和感嘅，同埋我覺得係一個幾有驚喜嘅，因為其實我在拍攝上很少跟 Tiger 有 crossover， 所以如果有機會我都自己都很想。